来不及啊，快要倒数了。不用担心啦，已经来得及了。小心。就是这里。就是这里。欢迎光临，欢迎电梯哦。哇，真的看得好清楚哦。是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更漂亮。看，喜欢吗？好漂亮哦！那个，我有一些话想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刚好刚好。其实，晚一点再说。因为这是我跟我男朋友的第一次跨年，我不想要错过。 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台阶。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也太累了吧？为什么要找一个6楼的房子啊？哎，那个。